大熊猫有啥区别呢？没区别呀。原画的区别，给你们打个节奏。我操，这不逼着我三国猛将呢吗？这不硬逼我呢吗？这斗士。斗士，斗士玩狼人也行，真的。这塔姆斗士，我一直找不着，我一那把一直找不着这斗士。换一个吧，不要啊！来把福星，福星那就不能拿着玩的了，那福星就得拿福星的了，你都反甲。真不是我的问题，你知道吧？确实是牌给的多，你知道吗？这把前期打连胜，直接起飞，简直就起飞。下波再给来个什么盖伦包女这种天选的了，这就无敌了。你看看，我要让这些家猫们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爪子。你看看，你瞅瞅，是不是？我先给合个小反甲。他天选冰女，我这卡特直接来个手套，然后前期我合小反甲，我操，这天选之人前期直接无敌，真不是我吹牛皮，转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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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，再来一把，咱也别逆着发牌员来，对不对？哪个来什么咱就玩什么，你这不能老逆着来，你知道吧？这天选之人前期羁绊就这么不是天选呀？三国猛将这前期羁绊这么猛，然后还前期的还这么多，你不多拿点儿？而且这把其他的也没啥玩儿了，说实话，上来给个卡特，你说你要不要？这差1块钱咋整啊？把这包女卖了？卖不卖包女啊？这是个月神，月神不太行。卖了吧。包女卖了，卖一个没事。我们血赚1块钱，这轮没给啥人啊，这看看啊，刺客神射手重装福星，刺客神射手重装福星，上个吉姆吧。
上个寂寞。重装也行，咱也不少伤害，上个猴。劫的话，忍者是100，两个是140护甲，盖伦是200护甲。上个猴吧，剑筋就不能改点其他的技能吗？剑筋，给我拽！这他妈是充电宝啊！我操！把那分女儿给我扎死行不行？能不能扎死这分女儿？可以，给我扎死他。盖伦打这个日女月女儿应该是能打得过，没事。完了，这没有一个是能给我的装备。腰带，哎，拿全套着吧。没给装备呀。看我神威，无坚不摧。上这个吧，卡特是不是没有皇子前期厉害呀？175、780，给我转起来，卡特，充电宝，开始转！我这连胜没了，我靠！你咋不往右边扎呢？你扎他干啥呀？哎呀，吐了！三国猛将什么效果？三国猛将你自己看吧。这把运气稍微到中期差了点儿。你这盖伦他也没生，皇侄也没几个，位也没几个，薛威还是差了那么点运气，碰见了这天选之人大树。这卡特打人咋不掉血呢？不是780点伤害吗？开始我们的连败之旅了。看我神威，无坚不摧。开始我们的连败了。给个三国猛将吧，给个魏吧，把魏撇了，给个卡特。打不过野怪，我跟你赌命的，打不过野怪我就把命交给你。还打不过野怪，我有卡特，有反甲盖伦，干哈打不过野怪呀？我这叫前四的呀，兄弟。
我凭啥打不过野怪呀？给了五个赵信，可以。最后一地拉了，兄弟们，这把拉了有点，好像稍微是有点拉了。这把薛威是差了点运气，这没递出来啥玩愣啊，这给个三国猛将那啥也行啊，你说是不是？再第一手，这把建议是退了，这把啥也没有啊，这不玩命的吗？这把还没连胜，关键是还建议这把是退了，是。差一个羁绊，还给个卡特也行，给个三国卡特也行，看能不能给吧。给个天选之人的三国卡特，看运气啊，这把就看看运气，看看后边的运气怎么样。前面的运气反正是不咋地，没递出来啥玩意儿了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你看啊，这把如果我们能撑到后期的话，那应该是也是能行的，应该也是能行，但就怕他撑不到。我们如果能撑到后期，我估计全都能三星，卡特天选也能出来。现在就有告诉你一个什么情况啊，你瞅瞅，你瞅瞅人家的，你再瞅瞅俺们的。这好像他都不一定能干得过我，他这都怎么皎月一打三呢？给我打死他。皎月其实没啥用，给我一 Q 二连漂亮。呀，我操，这么多铲子，我拿一个，我拿一个盒子。哎，这可以升级了呀，这我最后一个出来呀，给我留一个吧，行不行？给我留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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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留个一块的也行。把这小旗儿给他合了，这得升级了。
上个什么呢？这玩意儿是有了，但是没有人能放啊，这放不上去。来陪我玩玩。上个阿卡丽呀、啊，三国阿卡丽。这滑板鞋是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滑板鞋这么猛，这滑板鞋。咱上个赵信吧，要不这卡特先下一手。上个赵信，把那些没有攒满三国的这个给他放上去。魏现在没满，哎呀，这质量不行啊！这质量肯定是不行，得升了，这得赶紧升了。他这更不行，他这全是斗士，他都没有区区，他这都。这一手一 Q 耳链直接挑一万个人。怎么的？这大树要上天呢？给我一 Q 耳链他，漂亮。三国狼人可以，行，一会儿放个狼人。他们的骨头将成为我的磨刀石。御剑仙可以获得额外的法力值生成，哦，这么个意思，法力值生成，女团呗。来个魔抗，女神之泪，我操，火炮，生命武器，战斗不止。先给卡特上个水银。把包女儿放下来吧。盖伦要删呢，都要删呢，这你没看见这都要删吗？这再攒一攒吧，看能不能顶得住啊。升级是肯定得升的，但是这波升级不合适，下波升吧。这波升级哪合适啊？一口耳链，哎呀，没连起来。卡特能不能给点力给我转一手？卡特，真他妈垃圾。他连个鲶鱼他都打不过，哎呦我操，气死我了，可给我气完了。我们来跳舞吧。我拿个小胖子代替狼人。我递个狼人出来吧，呀！不行，
我们得要三国的天选之人，我们不能要这个小胖子，我们要这个小胖子就坏了，不能要这个，这必须得要三国的天选之人。这一个小胖子应该是打不过这俩，卡特如果能再帮他转一下应该就行呀。他直接把农露露给吃了，哎，你把他吃了，厉害呀小胖子。把人给吃了，我好想用我的力气低哦。还是少卡特装备，这卡特还是差装备，差女神之刃启动太慢了，这转不起来。哎，只要转起来，这个虚区目前还不是那么特别的可观啊。还是差了点。这指定又拿不着了，哎呀我操，哎呀这拿点啥呀，拿全套吧，没有东西可拿呀，你这在拿啥呀，没东西拿，啥也拿不了。我看见凯隐了，狼人这不来了吗？狼人，这狼人，火炮狼人行不行？没见过吧？我也没见过，我不知道火炮狼人什么效果。给妹上个全套的，我那还有个全套没拿下来呢。我们的狼人来了，狼人。我的天选之人上哪去了？我看能不能恐惧着啊，讨厌，试一试。哎，可以啊。咋不吸血呢？这狼人也不行啊，这狼人不太行啊。我要是升级再递，我就递不出来东西了。我决定先把这几个给他升上去，顺便我递一个那个天选之人的三国。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爪子。正在觅食，火炮位，哎呦还有万豪了，去仰卧起坐去了。打了这么半天，我发现了猎人还是挺猛的，我跟你们说，尤其是这厄斐琉斯，这个厄斐琉斯猎人比较的猛，月神猎
厄斐琉斯月神力。来了，来了啊，来了，差一个卡特，来了啊，来了来了，呀，不对呀，我操，这他妈是福星的呀，不要。你个腰带，凌风也行。听到的是恐惧吗？莱德利，谁需要来一记重拳？这完了，这是个世界名画了。黄纸撇一个吧。黄纸撇了吧，黄纸扔了，这个玩意儿给他包底吧，忘记上了零封都。赵信追不追？费点劲吧，赵信要不咱也别追了吧，赵信咱也别追了，撇了吧。没那钱儿了，要追就追卡特。看我神威！那没有三国吗？二十八，二十八啦！升八吧，拉八，我们留钱拉八，拉到八，看命吧，看能不能整个三国的。哎呀，我操！三国拉了，我跟你说，三国就前期比较猛，知道吧？这把虽然前期我们有英雄，但是他没有三国猛将的那个啥，那个天选之人，这就不行，你知道吧？没有天选之人不行。狼人站在莲花池里边一顿烫啊！而且卡特没装备呀、啊，你没有卡特的装备，你整的全攻速，我整个卡特我还能给他上火炮的呀，也不行啊，你说是不是？那全是大腰带魔抗着，你说，然后底下就给整世界名画。一共一个三星，不行，这质量不行，你知道吧？他如果打连胜还是比较猛的，有钱有钱地。瞎呢！我们现在有1%的概率能刷到五星的英雄啊！炸！哎呦我操！厄斐琉斯指定得被削，你看着吧，100%。给点卡特能用的装备行不行？这姐怎么连装备都没有啊？帽子，冰心儿，冰心儿吧。那饮血禁夫没用。呀，我操，删了黄纸儿。
黄纸删了，我们升级找个鸡。哎，这把就吃鸡了，差个鸡啊，不是差人口，差个鸡。天选皇子，哎呀，终于来了呀，终于来了，太不容易了。还有这个破狼人，这狼人就没升过二。你看卡特这冰心可以让小法师直接 A 都 A 不出来，发现没有？他 A 他都 A 不出来。别在那仰卧起坐了，队友都死了，快过来吧！给我扎死他！哎，别急啊，最后等一轮，我们直接升级，看看有没有黄鸡。我们九个三国猛将就无敌了，这四百跟七百差不少呢。直接就质的飞跃，还能顶一轮。这阿飞流失才一级呀、啊。哎呦我操！我这胃，阿飞流斯没死，给我扎死他！这都没死啊，阿飞流斯，哎呀，给狼人上火炮就是一个错误的选择，真的，纯是傻逼。那狼人根本就不恐惧。我换个瞎子都比这好，我随便换一个我都比这狠。换个卡利斯塔，拿着呗。不管了，五费卡随便上吧，上哪个都行，给个浪人也可以，行不行？给个浪人也行。给个五费卡行不行？求你了，给个五费的人行不行？少说废话，多摇几下。狼人滚蛋！能戳着人不？这三个老头，永恒之身耀光使。不行啊，这狼人太猛了，这狼人别死。哎呀，到死也没有黄鸡呀、啊、哎呀，没有黄鸡呀、啊、到死也没有九个三国呀，我操了，到死啊，上把也是啊，上把也是真的。上面也是到死也没有那三国最后一个黄鸡，这他妈的可太气人了。等会儿啊，我重创建一个，大家自己进。哎，自己进就行了，我再拉个人，等会儿啊。